江苏南京。兰兰是做殿堂。模特和演员。模特和演员，今天来到赛道，一定要演出自己真我的风采。想要飞得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好吗？加油！来，吸气，各位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吸气，各位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加油！走着模特步就来到了第一关，喜又连连跳。今天其实我们在赛道上也是认识了很多对演艺事业有着梦想的男生女生。对对对对对，啊，有着奥运精神的梦想。没错。又被推了回来。看了这么久啊，楠楠应该注意，要先跨，然后你再去。对。好，哎，这样就过来了。好的，通过了我们的第二关，接下来第三关，活力羽毛球。好的，站起身来，然后赶紧到对面的平台去。第三关迎接着你了。是在这关啊，我们速度呢一定要快，每一次起脚的时机呢要牢牢的把握住。为什么说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啊都喜欢观看奥运的比赛项目？在奥运赛场响起国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真的是无比的自豪，热泪盈眶啊。现在呢，我们也是来到了勇者大冲关，来挑战自己，来做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冠军。是，那楠楠呢，在通过这个羽毛球的时候显得比较从容。好，随着旋转，下一个机会就要来了，楠楠，这就是你下一次跨越的时机。好的。加油，现在只需要轻轻一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安全平台。加油加油，好，就是现在，漂亮。可能在最后一次跨越的时候啊，可能在最后一次跨越落地的时候脚有些扭伤，现在在赛道上显得比较的痛苦。好，可能是右脚还是左脚，哎呀，好的，我们的队员赶紧去把它